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吃这个好爽。我为什么要吹一吹？哈喽，我是 Danny， 我今天跑到玉林这边来了，因为呢我要去打卡一家我在网上刷视频刷到一个专门做锅盔甲凉粉的店，走吧。门口还有一个这个，家电要上二楼，然后这边全是照片。先我弄过那个凉粉嘛，姐姐，一个凉粉，然后一个凉粉锅盔，然后再一个牛肉的米粉，小粉哈，米粉小粉。啊？弄辣点，太辣。锅盔甲凉粉，锅盔甲凉粉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腿张开，中间放一个垃圾桶。我就是有一天晚上，然后刷到老板的视频，然后当时就是个凉粉啊，把我馋死了。我好饿，现在2点多，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吃午饭。凉粉，开始。完全不用我怎么去嚼它，你就用舌头去抵，用舌头去抵你的口腔周围，化了。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吃这个好爽。我为什么要吹一吹？这种凉粉真的比凉面吃的还爽。啊，我还想再来一碗，但是我点了一份米线。那个朋友，南充米粉，对，南充米粉跟绵阳米粉不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的米线粗细程度不一样，南充米粉它要稍微粗一点，绵阳米粉就要湿得多，但是它们都很软，所以我还是很喜欢。我觉得他们家米线味道会稍微逊色一点，凉粉好吃。把这个红牛倒进来。
这家店，我刷了老板视频之后，我就搜了一搜，这家店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小店，也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小店。店里面还有一面锦旗，善德永存，大爱无疆。米粉的汤头有一点点寡淡，我还想再吃一份那个凉粉，好香啊！我再加个凉粉嘛，姐姐。哎，拌的那个。店里面有一只猫猫，超级乖，我给你们看，喵喵，喵喵，喵喵，喵。谢谢。我是有一天晚上刷到你视频，哇，这个凉粉真的，真的把我看生了。这凉粉是咋对症的？跟你说。超爽啊！就晒又不得梗，水都不用喝。咋喝来着？跟着。不得不得。吃了也不算大口吧，为什么又吹？每一次凉粉上面都裹满了红油，还有那些料，哎，太香了。一般我觉得四川这边常见的凉粉就是红烧凉粉、排骨凉粉、豌豆凉粉、米凉粉，然后这种就是豌豆凉粉。我这一碗吃到碗底的时候，略微会有点咸，可能是手抖了。不要叫我！吃的好像真的要什么好看。好吃。我吃完出来了，我要去逛一逛玉林菜市场。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见，拜拜。